撤离呀！风灾过后，已经快要10天过去，房间地板土石满地，床铺上也有土块散落其中，窗户的破洞也没有处理。灾民想要撤离，但却没地方去。受灾户有够无奈，因为当初市长曾经信誓旦旦要让住户赶快回家。他也答应了林大哥，就是说在台风过后，赶快把挡土墙上方的那些土石流。要来尽量的这些把它清除，但台风已经过了一个多礼拜，谢市长说好的清运呢？这个清运的部分还没开始进行，因为我们的灾害准备金已经花完了，那所以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他们迟延了这个清运的时间。受灾户有家归不得，而谢国良忙着市长保卫战。我们以缓济急，马上调拨了1亿6，所以这1亿6都是马上要准备来。推动我们救灾，所以我想基隆市绝对没有灾害准备不足的问题。从早到晚路战车扫，新系罢免投票案，谢国良狂拉市民好感度，却没考虑到灾民的心情，谁来照顾？三立新闻林俊华、蔡佑贤基隆采访报道。